拔。好的，来，准备像那故事这样子，要一大串人才拔得起来。那超大个好不好？应该品种也不一样，是不是？萝卜都差不多这么大了，都差不多。有些你看那个，我们这边没有飞药啊，有些有飞药的话，它的那个叶片长得比较好。不知道，榜一读对不对啊？好了，好了吗？啊，已经在录啦。嗯。啊，好一点点。把土拨一拨就可以了。抖一抖啦，干嘛用手啊？不要抖在衣服上啦。哎，这个形状有点好玩。啊！人参萝卜。哎，这好像人参哦，长得好像人参哦。有屁股哎，佩恩他有屁股。这些叶子可以带回去炒，叶子可以吃。叶子可以吃啊？要炒？哦，是哦。不会很老吗？不会，叶子切断之后可以炒汤的，我们都这样炒。哦，炒你们采的。